是这样，我其实挺理解，特别理解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，老年人吧，黄昏恋确实是受到的压力很大，尤其是，我觉得是老太太，而且像你这样，算是有一些交际圈的老太太，我觉得你受到压力更大。对，就不要说结婚了，就算谈个恋爱，可能就是风言风语就四起，是吧？你跳个舞，可能背后就有人在那指指点点，就各种各样的事儿。我真的很能理解他。我现在如果换个年轻小姑娘，无所谓啊，谈恋爱就谈恋爱，对不对？甚至我真的对我好就结婚了，20岁、30岁都可以。但毕竟是到这个年纪了，是吧？但是我们想一下，就是很多老人其实都这样，都一样。年纪大了，然后还有小孩的问题。哎，对，小孩到底赞不赞成呢？嗯，我认识有一些老太太也是黄昏恋。也是特别好老头子，儿女不同意，那是真不同意，两边打呀，天天打。儿女就想啊，那个他们俩在一起之后，以后遗产怎么分割，是吧？那个房子怎么分割，各种想法。结果两个人就没办法在一起，天天打架之后，老头老太太两个人相对无语，就见面就哭，就是真有感情。我也知道有些真有感情。对，其实我看得出来你对大叔也是有感情的，有一点儿。啊，这个肯定有，没感情谁跟他坐一块儿，是吧？而且看着他抱着你孙女那样，是个人都感动。对，我们坐在下面，我们也感动。我觉得这个不容易啊。